我们怀揣着无数只属于自己的问题，一次次勇敢地与世界交手。我们试图寻找问题的答案，去经历思想碰撞的奇遇。让我们共同唤起一年中最有分量的问题，与那些不同寻常的答案相遇。我是余文文，有问题就会有答案。1月14日晚20点，2023知乎答案奇遇夜，和我一起开启一段魔幻浪漫的答疑解惑之旅。